朗朗上口的童谣 Rasa Sayang， 歌词意思是感觉爱，配合农历七月吉祥月，马来西亚雪隆慈济志工广邀身边亲友响应斋戒茹素。自己你的那些 ingredient 是什么来的？那其他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粉碱就是五彩粉碱，它是有那个沙葛、红萝卜。志工现场示范简单素食料理，分享茹素其实可以很简单。加啥东西啊 ？OK， 这边。志工除了邀请亲友到家分享素食，也到环保站鼓励大家加入爱的行列。大家都会认为说，食物、宠物，然后每个众生跟我们是不平等的，所以那个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在那边。如果是佛教的理念来出发点的话呢，食素就是护生嘛，就是保护每一个有生命的这个动物，所以是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推倡的。这个活动对整个社区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法，去了解到整个社区，而且去推动整个素食。农历七月吉祥月也是斋戒月，志工推动 Rasa Sayang 感觉爱，借由斋戒卡鼓励更多人来茹素。大家刚才有领了这个斋戒卡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继续一餐素就是护生一次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哦，这个地球真的是不得了了，因为该热的不热，该冷的不冷。茹素不杀生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爱，也可以减少碳的排放和环保爱地球。志工一步一脚印，广邀社区会众响应茹素，一起发挥爱的力量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王日发、林启斌马来西亚报道。很好，那么我们以后